这样就好。悲鸣乎 VS 假面骑士哦，假面骑士我还没有实战到哎、欸，我们看一下这几天官方看会不会 PO 那个什么实战影片还是干嘛的吧，不然我没有办法分析、欸。如果说依照我现在看的话，两队差蛮多的。要我认真分析的话，以强度来看，当队长我会选悲鸣乎。跟假面骑士比的话，可是假面骑士抽的 CP 值太高啦，因为你等于是花那个钱，你花大概35颗石头就可以抽到蛮多人类的牛棚啊。悲鸣乎的话，你花40抽200颗石头才能拿到一个不错的队长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要我的话，以投资我会选假面，我自己啦，如果石头真的有限的话。而且悲鸣乎不会绝版的、啊，假面会绝版，对，所以我会选假面吧。如果石头有限的话，假面要氪金吧，感觉蛮值得抽的、啊。对啊，但是选合作啊，合作会好一点。好。这边我们就直接爆发带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边磨的压力有点大，我们2-2再磨会好一点。就我这边想要直接带走他，反正我蛮有很多技能嘛。还是说其实是我们直接开技能哈，又爆音了哈，什么东西？这个。这样，然后 OK 吧，全部送他就好了。我们应该能赢。这样子有没有机会？感谢怡红的15块斗内，红爱是不是废了？不会啊，当队员真的蛮常出现的、啊。如果你有在玩什么基层啦，或者是悲鸣乎。甚至到英格里红爱不是超常出现的吗？今天就洗技能好一点吧。这个队是不是普遍来讲要两组新珠才能回回来啊？宣哦，是宣红哦，我该念什么？对不起啦，宣红，宣红哥应该不会在意吧？我们宣红哥那个度量最大了。这边是等个妲己好了，妲己快跳了，一组新五颗应该能回来吧？回来。她是女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她真的假的？拍谁啦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感谢董内，太奇妙了吧？什么鬼？他说没关系哦，没事，你看人家最好了。这什么？哎、欸，好，剩一回合，这边我们直接等着开爆发带走他。好，稍微洗一下技能就能过。哇，那感觉真的蛮简单的哎、欸，认真讲，班真的算是不错的一个队伍啊。平行盾直接拼好拼满就行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只要在里面拼那个火强化珠就好了。二字国退了吗？还没耶，还在努力中。只是这几天没开，是因为神魔比较多事情。不过明天就会开克之国了，因为。
对，因为明天生活就没什么事做了。这边也是一康喜技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猜的不错，我也常常被人家误认是女生。哦，名字的关系就是真丝玉哦，真的哎，这是刻板印象哎。我也常常被人家误认成很丑的人，但其实不是啊，我超帅的。对，就是你们不要以貌取人，不要以名字取人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明明红哥这个名字看起来就是很帅啊，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要误解这件事情。什么骗？真的啊？多了哦，多了，多了。是，就是生活小困扰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么的喜气能，然后开，哎，真的是极度轻松哎。刚才这里太爽了吧？这一队有这么爽的队伍吗？排到爽哎，简直就是更新队伍的天下。哎，那我问你们。那就没有人用大奶通关吗？更新队这么爽，所有的更新队都可以试吧？人家想的其实很容易，先不要。你被你妈洗脑，什么意思？阿红的嘴骗的鬼是哪有？不是抖内盾，我看一下，翔的抖内我有念啊，可是抖内没念到。三。哦，艾利亚过了。对啊，我想说那个更新队应该都能轻松过。还有谁是更新队啊？各位有没有想法？我想应该是玛雅。玛雅看起来下面就自带一根，所以玛雅是更新队吧？我应该没有理解错。对啊，早知道用玛雅了，感觉有机的三十个人内红宝贝比较帅。对啊。暗游侠，暗游侠，还有人要玩游侠队吗？没有吧？哎、欸，我在猜大圣魔队是不是也能过？是不是有人用大圣魔队？还是其实没有？先转，所以翡翠应该也是能过，可是翡翠的伤害比较低。秦始皇，秦始皇是更新队吗？不是吧？秦始皇是魔队啊，魔族的队伍啊。什么时候秦皇变更新了？想法太多，伊登大圣，想看你拿代言助打打看。有啊，我们昨天有代言助打，炭治郎有代言助。对，哦，哎，戴勇子这一关是不是无敌了？无敌了吧？哇操！勇子是真的好用，哎，这做球给勇子吧。没有印记了哎、欸，还以为他会先上印记，然后再用子再转掉，没有哎、欸，他根本不会有印记哎、欸。我终于懂为什么班一定要带庸子了啦，就这边你要磨嘛，啊、你不带庸子很痛苦哎、欸。我操，这真的是有点猛哎、欸。讲到庸子，我就想讲一个新的那个假面是不是又是庸子的版本啊？欸、每个假面都带戒皇拳。然后又是人类队伍，庸子表示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太鬼了吧！真的猛哎、欸，庸子怎么活这么久？没有庸子的完全没有游戏体验、啊，一直真我一直爽哎、啊，怎么办？没有庸子的不是哭爆了？下一关好像不太能洗技耶。手消山鼠强化、啊啊。下一关我们可以开那个庸子。这边我们都开副队长的技能来洗一下好了。来洗伤害齁。是尽量不要那个自身的队长爆发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要留给他的第二条血条会比较好。错过庸子，我跟你讲，你直接去买个账号好了。讲真的，不然你要等到他复刻，不知道等到几年呢，你知道吗？跟那个我们又继续洗技能，不要怕他，对不对？
讲实际一点就是这样啊，啊他又不太可能复刻庸脂，几率极低啊，你不如自己去买一个，而且现在应该蛮多人卖账号的吧，应该啦，我不知道。每年都是庸脂元年，对啊，所以你不那庸脂根本是不用玩呢、欸，你强度就是比别人矮一截啊。只要他出那种全牛棚的队伍啊，或者是人类队伍，都是基本上都是庸脂的系、欸。官方会出复制技能一样的卡，现在还没出啊。而且我觉得他至少如果要出跟庸脂一样的话。我觉得至少要等到今年年底之后，因为你看嘛，他那个初音雪初音跟选出一样技能的，然后那过了半年到一年之后才推出。啊，天元什么时候出的？应该还要再一阵子啊，不会这么快。依照我对神魔的了解是这样。等要很久吧。庸脂不就是新时代的皮卡？其实意义上面不太一样。如果说以卡片特性的话，皮卡那个是击伤自身，庸脂是击伤队长，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。而且庸脂完全不会断，除了附加效果消除之外，皮卡会断，只要你光珠消多一点就会断。所以特性不太一样啦。没庸脂真的换队伍比较快，对啊，我觉得这队没有庸脂真的换队伍，依照我对于这个第五关的理解是这样，没错。然后这里的话，直接爆发全部送他，反正下一关我们能活。好，这边就是考你叠珠而已，没什么哈。应该有个最完美叠法，总这样吧。对，这个逻辑很简单，就是。光暗能守消，水火木不能守消。那你光暗一定只会有四组，你光庸脂是固定的量，所以你等于是中间那一横条把光暗放中间，然后剩下都三三切掉。那你三三切掉的话，你上面上下一定会有一横横的空间可以塞，那个空间你就可以塞光暗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版面的逻辑给建立起来了。然后这边就洗技能吧，全消没有啊，一定可以全消啊，必然全消，只要你会消。而且那个打几排珠欸，这个应该会排珠的都有机会啊。你知道照我那个版面去排的都能够排好吧。太聪明了，还好啦。还行啦。人家第七关是不是也不会死啊，也是可以一扛起技。因为第七关那个是妖精欸，不是魔族欸，等于是我们可以一直吸血一直爽。所以在后面没敌人了吧？后面是不是都不会死啊？简直扯！这是不是在工商班啊？现在是那个吗？现在是七大罪合作吗？感谢无恙的生日快乐内，嗨阿丑，嗨阿鸟。那我们两个人合体就变什么？丑鸟，就是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以后别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就说我叫丑鸟。我是丑鸟的阿丑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乌鸦，别人回答你就这样回答，可以吗？哇靠，不死，好爽！技能洗好了，今天我们打他们一顿啊、哦，各位。随便爆发应该都能过、哦、啊！这边用新珠去叠就好了，用新珠去叠，其实水珠也可以啦。水珠跟新珠都是可以叠的珠珠，对，就这样。有人抖内，还敢抖内啊？啊，不是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对不起。红莲三十块抖内，没有五鼠龙科成就直接白给，什么意思？啊，那什么东西？谁想跟你合体？那个阿丑吧，我不知道。你们聊天室的阿丑啊，
他应该想跟我合体。哎、欸，过分了吧？这都一康哎、欸，不会死哎、欸！敌人完全没有游戏体验呢、欸。不愧是你不死班，走心了。没有，开个玩笑。我家的猫也叫阿丑，真的假的？那他跟我很有缘呢、欸。你要不要？请你们家的猫阿丑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这么有缘，订阅一下可以吧？啊，如果你们家的猫阿丑它本身是有一点经济能力的，有在外面工作的，那你请他抖内一下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们阿丑搭个朋友，然后再更有钱的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好不好？有那个专属贴图，阿丑你可以用，好吗？不要变定，阿丑订阅了啦！阿丑，你怎么还没订阅？啊？来，我们开个技能。真的是一路开到底而已。这队就真的只是开技能而已，太推了吧？这队鸡推耶！有这队的先用这队，真的是猛，没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排队有点烂，但是随便，应该能过。哎呦，抖内，我看一下，有吗？我刚才不是抖内吗？没有，我说，哎，我看到那个 P O N G 70块抖内，然后电视一起6666，我就不听，为什么？很小。啊，为什么没死？为什么他没死？那我看一下这个好了。自从有了这队，我都不转猪啦，太神啦！因为这里我都忘记怎么转出了。感谢梦魇的三十克，我的格格力，格格力是谁？格格力是三小，会打嗝的英格力吗？格格力，木工盾啊，我不是用这个。哎呦，那应该能打过啊！感谢凌霜的三十克内，帮阿丑抖内，真的假的？阿丑，谢谢你。好朋友，来，我们来击掌，阿丑，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哎，各位，我转出还可以无视抖内，好吧，我尽量看，应该没有无视的吧？红莲抖两次，红莲抖两次是什么意思？红莲抖两次这么猛啊？哎，真的，他都抖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又可以开技能了，我们来开看看。其实我觉得开关好了，要开吗？好，开一下。为什么打那么痒啊？到底了？水珠先排好。哎，对。为什么打人那么痒啊？应该可以吧？会抽假面骑士吗？这不是问废话吗？我哪次神魔改版不抽的？我不止抽，我还抽复制人嘞！你不要问我啊，我一定抽复制人的、啊。啊，好痒，没事啊，慢慢磨就好。我尿尿也都投两次，这个就不用跟我们说了。先去打萨达了，没问题。萨达好打。能用哥吉拉吗？不要，是吧？好啊，等一下再说。你是说那个妖精吗？摩斯拉吗？还是谁？他还 cosplay？ 主播不玩克之谷了吗？我玩了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才两天没玩呢、欸，才两天没玩，为什么一堆人在问？我还有在玩呢、啊。感谢红莲的生，可能这年头抖内还要被抢，没有误会。我们那个是热情的问候，有时候就真的啊。就是我们讲话本来是比较大声，丹田浑厚，唱歌好听，所以就是会你会觉得可能误会我在那个呛你，没有，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，就是很容易被误会。对，所以就是请容我大喊一声误会啊，冤枉啊，
绝对没有延上的意思。好，台词怎么那么熟悉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啦，没有啦，误会啦，误会啦。是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会唱歌，我倒立呼吸，你倒立也能呼吸吗？跟我会不会唱歌应该没什么关系。为什么一直洗？因为一拳打不死啊！一拳打不死就是洗技能啊，不然呢？我一拳打得死，我要在这边还要在这边跟他磨吗？对不对？哒哒哒！哇，好完美！哎，早知道这样排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排出多爽啊！今天有记得生日快乐，要试试看幽助变身会不会有 bug 吗？不会啊，聊天室不是说没有。感谢红莲的生日快乐，心结了啦，抖内给你还敢抖内啊，直接走心。没事，大家不要这么火爆。这边是开个龙科增伤一下就好了。对，我看就这样，反正后面也没人打死你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是了吧？就连第九关那个萧一康，他也打不死你哎，好扯哦，这三小 P O N G 100块抖内，聊天室一起溜起来，我就不听。为什么你是什么鹦鹉吧？怎么都讲一样的话？今天没有一条龙，没有啊，今天只有一条虫，一条被我打到嗷嗷叫的萨鲁曼，一条虫。没有一条龙，有啦，台主有一条龙啦，你要看吗？我是说我的转珠就像那个一条龙一样，高深莫测，是这个意思，好，绝对没有开车的意思。开牌桌，我要开始扁他了，各位，哎，他只能消一种珠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剩下都只能叠珠，哎。我想想看，那我们消火珠好了，好不好？其他用叠的，好像时间来不及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在干嘛？好，消的有够烂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也没事，不对啊，那我消的有够烂，他也不会死啊，对吗？他说打得多痛，我也都不会死啊。那要打越来越痛的话，我那个伤害是更高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消火珠好了，消火珠叠珠，然后开龙科应该可以加速。对，继续洗就好。人家有记得生日快乐那原来阿贝是毛毛虫哈？听谁说的？我们是一条龙哎，无法控制吗？对他无法控制。我妈说这台太色了，叫我退机。真的假的？不是，这个只能证明一件事，就是你妈也很色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自己不色的人是无法分辨到底别人色不色的，你懂吗？所以真该退定的是你妈自己，以身作则。你就算那你很色，那你也要退定自己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公平。不是，我到底在公安小。没有啦，不要理我啦。对吧，那个逻辑学是不是有道理，各位有没有点逻辑？讲中文好吗？完了，我怕我在公安小了，怎么这样？我要塞这里 OK， 然后火珠、新珠、木珠，好，可以吧？到底为什么要为了色然后退定啊？色是人之本性哎，啊，没有色哪有你，对不对？那些没有色的，代表大家都不存在啊，对不对？人类存活的关键就在于色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该把色污名化，而是你要以纯洁的心，以这个物种延续繁殖的心去看它，你就觉得哇，色好棒哦！天哪，你太色了吧！哇，好棒！你怎么那么棒？对，所以我们要对于色的人保持一个 respect。
它是推动人类生育的重要推手，各位，好不好？真的好红标，为什么讲了那么多，你就只给我一个红标？真的先不要。现在少子化，对啊，很重要哎，讲真的吧。可是人类是地球的负担呢。可是现在少子化，是现在越来越少人啦，是人类的负担没错啊，不然我们集资一起大家一起搬去火星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哦，那我们就变火星的负担了哎。我走到哪边都是哪边的负担。感谢乌鸦的生日快乐内阿丑怎么办？有一个小萝莉跟一个小正太。哈，你在玩什么游戏还是什么？这个要怎么死？可以死啊，在魔族，在前面那个第五关跟第二关有可能会死，后面应该就一路顺畅了。如果我所想不错的话，应该是这样，后面应该没什么事了。你只要使技能开技能就好了。所以那个聊天室才推荐这队给我啊，跟鬼一样哎、欸！我终于知道这个队有多鬼了。你真的打不过这队，完全迎刃而解、欸，完全没有敌人哎、欸，好扯啊！对啊，有没有人还没过的？然后有这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直接试啊，真的，真的很屌。这队是我这几天，哎、欸，我火柱没消干，就是我这几天用的最屌的一队了。其实也是昨天跟今天而已，没事，继续洗技能。你看，死不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更屌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空转也死不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你打到后面就有一种觉得，我到底怎么死？我到底怎么死？我那魔技能，我那魔到杜姑空转都不会死，哎、欸，这不是符合原作吗？原作那个班都不会死啊，真的猛，那班的正面工伤哎、欸，这一对，对，想死吗？我也死不了。我刚才那个手残有够晕，也死不了。我还要你教教我，我要怎么死嘞？对不对？太扯啦！哈，连起来了，木珠连起来了。要怎么拆散他们呢、啊？算了，就这样就好了，随便了。感谢 P O N G 33块斗内，你怎么送我一个大便？做球啦，对啊，那大家都在说什么做球悲迷糊，根本是做球给搬好不好？悲迷糊空转可以过吗？不行，搬可以，搬还不会死。这边也是，这边你只要记得消到火焰地形，洗到过年都不会死哦。我觉得庸子蛮必要的，但不可否认，有人应该没有庸子也能过，但是痛苦指数应该乘以100。应该乘以100倍，就主要庸子不带最麻烦的，应该会是在第五关啊，那个什么虚之印记啊，太麻烦啦！我不可否认，不带庸子也能过的可能性，但是会难度上升很多。感谢瓜仔加入我们的香蕉大乐园，觉得有机会跟麒麟王合作吗？麒麟王。我不知道啊，感觉神魔蛮喜欢老老的东西，这个是称赞意味，是有年代有味道的东西哈，那感觉就有可能了。麒麟王蛮有年代的。OK， 好，但其实我都在看那个现代版麒麟王，你们知道吗？麒麟王的，干这样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讲这个好了，到时候。又要被延上，完了，算了，不要理我。你们不会想要知道现代版麒麟王是什么的、啊？麒麟王是什么？自己去 Google 啊。没事儿，我们不聊这话题，我们聊别的。假面骑士每年都会有新的哦，干七 combo 我忘记了，没事，我们继续洗技能。
太那个喜剧人写到太爽，完全忘记要解盾哎、欸。好云哦。跟麒麟王合作。出围棋龙科应该是不会啦。围棋龙科你说那个龙科开下去要叫你解围棋哦，看那不会整个战斗节奏变超慢的吗？你看完龙科你要触发到真伤，你要先跟我下一盘棋。怎么听起来要超久的，整场都在下棋，没有在转珠了哎、欸。OK， 哦，这不能笑。好，应该有七、啊，所以送他下去，拜拜。哦，再一次没问题，赢了才能出来。加超久哎、欸，开个龙科，开一次还要一个能力还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见效，怎么回忆这游戏？那还蛮值得考虑的啊！感谢乌鸦的生日快乐！阿丑，你要抽玛雅吗？我会抽杯迷糊，好，好棒！由来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我的游戏开始发出屁音了，谁来救救我的游戏？把版面当成围棋在下，哎、欸，也是一个好想法哎、欸。可是这版面不就是三十格而已吗？三十格可以下什么？感觉就是，感觉不能下几步啊。这应该有更聪明的下的那用法。可以打级二技比较高伤哦哦，好啊、哦，都可以啦。但我觉得应该是要拉角色珠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可是不打几排的，好像没办法拉角色珠，好对不对？四康这么好转，真的假的？两组星加上火跟木就好了、欸。我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，哎、欸，那开庸子在王冠还是特别猛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别爆音啦，大哥！哦，排猪，我加一康就好了，加一康不会死。进到这边就可以洗技能。滴滴滴滴滴滴。庸子可以换小迷豆子吗？不太行哎、欸。我觉得带庸子的意义是，它可以让整个通关的解板能力变得很舒服。所以带庸子的意义反而不仅仅只是在就是真伤这一块上。这里的话，我想想，火水星好了。好，进入到他的眼睛张开那个会比较好起劲的，这边就可以无脑血了。班无是骷髅吗？应该是无视，因为我昨天用水柱式，应该是可以。他只要没有写扣血100就可以吧？我看一下。对啊，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是打99000嘛，哎、欸，99000嘛，啊，那个伤害多高不重点，重点这队友不死啊，所以一定是可以啊。阿北好帅，谢谢你。我爸爸开带走他了、啊，全都开了。
这边我想要用星珠两组加火珠两组带走他。爆音没有办法，大声什么？丹田有力。好，就这样，好吧。火珠四康，对不对？就这样过了。给个机会，龙可开下去，给他死。200亿，挡得了我班大爷吗？班大爷是谁？超爆音没有办法，这模拟器快崩体啊！我们这场打完就重开模拟器吧。哎呀，应该会过吧？打过去，所以好扯哦，班真的临时哎，跟他故意嘞，核心攻那么高，对啊，光吸他那99亿，班都要爽死喽。那攻击力高到一个不要不要的、啊，超简单欸，什么居然通关？从那个第七关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轻松屌打了，根本不会死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班真的是我最推无脑队、欸，你真的是可以不用太在意转注也可以过。